因为这个十五个被大楼分开了啦。哎，这里都是一个100的，然后其他都是200块，200乘上14是2800，就大概满足了是2900块钱，谢谢。你们是啊？卖2800。其实做的便当200块很超值了呢。欢迎他们，要加一个头衔在里面，我刚刚在这里打算剪掉是不是？不管是这个演员的搭配，跟特别来宾搭配，所以呢，因为太精彩了，不断在加演当中。对，本来我们只要演一场的，但是我们特别人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要加演了2-3场，要有非常多的加场，所以感谢大家的支持。哇，恭喜恭喜！谢谢。但是我所知，票券卖的太好，还没开演就已经开演的场次都定好了。没错，其实你知道他加演我也忙了，对，报纸有出来了，他加演因为小孩没人带，变成带我。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现在是生命共同体啊！对，我们以前都一起发唱片嘛。是啊，这次我们有新的事情要跟大家说。对，好，所以你看，这就是两个人的在搭配。我在讲我戏的东西，如果我继续讲戏的东西，一直讲下去会没有一个 ending。所以鞋子他在做一个非常好的转场，鞋子他就在讲说啊，你看，因为他很忙，所以我们两个现在呢要一起忙。所以他的小孩变成我要带，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顺势的就可以转成另外一个要讲的东西，他不会很硬，他不是直接卡掉，等于我们两个是互相在 cover， 我们两个从头到尾没有讲说，哎，接下来我们要宣传什么事情都没有，可是我们两个却可以自己就是你当你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知道哦，我们该转场了，所以这等于是我们在做转场的东西。鞋子刚那句话就是一个很好的转场，他在用一个很顺的方式让我们转到这个地方，因为我们两个知道我们来这个的目的其实是要宣传的是我们乔杰利新时代。所以他在做这样的一个转场，所以我知道鞋子要做这样的转场，这叫做什么？这在接梗，鞋子在创造一个梗，他在创造一个乔杰利新时代的东西。然后呢，我呢是负责接这个梗，所以我把这个东西接下来，把这个影子引出来，他就会很顺，不会很自私的。所以你看，我们这一场前面这一场很长的一段哦，我们在脱口秀，可是没有被剪掉。从刚到现在，你发现他没有被剪掉，他没有跳很多被剪掉的画面。好，继续。